其实对我来说是的确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可能算是我整个高中里面算是考得最好的一次，也是比较超常发挥的吧。这个就是王俊凯的，刚刚的话锁屏就是他最近的一个活动，然后相册的话基本上除了我的一些生活照的话，基本上就是存了一些他好看的照片了。就是我高考之前就一直拿他的就是这几张来就是作为一个保佑自己吧。喜欢他之后，他会激励我去做很多我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他也是一个就是追求梦想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然后一直督促着自己去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所以王俊凯也是给我的学习啊，然后生活上面都给我像朋友一样的一种动力。就是他走秀，然后就是动图，然后都存下来，就觉得好看的图片就是存下来。养养眼。兴趣爱好的话，其实我从小就是比较喜欢音乐还有舞蹈这一块的东西，然后制作一些自己喜欢的视频啊，还有做一些图像的编辑，这方面我都感兴趣。那你未来有没有想过是做什么职业？我目前的话想就是从事新闻或者是传媒领域的这个职业。梨视频 APP 等你下载。